有一位女粉丝寻求我们节目组的帮助，那你来说一下你的情况吧。是这样的，我有一男朋友嘛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在 KTV 里面上班，他说是当服务生，然后我就感觉吧，不是当服务生这么简单，因为他每天晚上就回来得很晚，而且有时候还喝得烂醉，甚至有时候根本不回家。所以呢，我就想请你们帮我去测试一下，看一看他到底是在干什么。今天我们邀请了我们的美女主播三秋来帮我们进行测试。喂，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这边刚才帮你就是问了一下，然后这边服务生说不知道有这个人，那现在就只剩下就是男模这个没有，我们还没有去问了，要不要帮你就是看一下他男模是不是在这里？要帮我问一下好不好？麻烦你们了。嗯，好的好的。在这儿就是你看你自己喜欢的没有，喜欢的就可以点一下坐起陪你喝酒啊，然后耍呀那种。晚上好，欢迎光临。欢迎。你看一下吧，说。拒绝我，不该看我的追求。那儿可以出台不吗？这个可以。他那里价钱要好多呀？是啊，这个都是比较难听的。很好，我这儿也不都是都不是问题。你看，我们两个跳会儿舞，然后晚上出去耍一下呗。啊，可以。你就到五点去吧。那我跳完一个舞，你叫上我噻。你只要多少钱就是？坐个上去吧。全部是为了你，你买的衣服包全部是我给的钱，你来哪门？我晓得你是为了我，但是你没必要干那种工作呀。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，我一想到每天晚上你跟其他的女娃子干这些，你让我心里怎么想？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，可现实说光有爱还真的不曾回头，我
和男生的事你现在怎么样了呀？没什么大碍了呀，现在好了很多，反正我又不是个假鼻子。那你去老雷这段时间在干嘛呀？我最近呢在玩一个辟谣整蛊至尊的游戏，这个游戏啊最大的一个玩点就是画面非常的精美，让你有一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，特别是它放技能的时候啊非常的绚丽。它其中还有一个玩点呢就是自由 PK 的系统，能够让你自由选定人物进行 PK。 那么我现在已经80级了，如果喜欢的话欢迎来到72区跟我一起玩吧。嗯，